我怎么变成方块了？啊，这地方好冷。啊，我在北极。我知道了。甘蔗怎么掉出来了？是冷到了吗？好可怜啊。我为什么会在这呢？啊，好多甘蔗。我刚刚进行了缜密的思考，我懂了，我一定是在睡觉，在做梦，所以来到了有企鹅的北极。哎，那是一只什么动物啊？好像从来没见过呀。嘿，不能掉到水里面去，这天气掉到水里面去估计得冻死。我来了。嘿，这是海豚吗？不对，海豚没有这么长的牙齿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它会咬脑袋，是海鳐。嗯，一定是这个样子的。让我把你围起来，你先别乱动，我去取个沙子。别动啊，别动。话说挖个坑是不是？他打我。你还打？只有我能打你，你不能打我，你知道吗？完了，生气了。那先去砍树吧，等他消会儿气。这棵云杉木跟这棵白桦树长在一起，他们贴贴了，相亲相爱。哇，它好高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能挖得到。我们先合成一把斧子。朋友们，我发现一个悲伤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书是什么东西？自动合成吗？好像以前的版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哎，这工作台怎么造不出来啊？是木板啊，小小的失误。毕竟这个游戏太久没玩了，然后造点木板、木棍。好，看来我的记忆力还是可以的。我一定要把这棵树挖完，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太高吧。怎么放上去来着？哦，按着 Shift 就可以了。它应该不会太高吧？不能再高了吧？行了，我觉得这回差不多了，应该到顶了。好了，这回绝对挖穿了。这次说话谨慎一点，应该还有一个。我刚刚稍微去查了一下，这只懒洋洋的动物，走路特别慢的动物，其实是海狮，不是海豚。但是我为什么会说成海豚呢？它跟海豚完全就一点都不像啊。刚才应该是口误了，我刚才说的是海豚还是海象啊？我刚刚脑子想表达的好像是它是海象来着。算了，不管这么多了，先围起来。你就是我来到北极之后养的第一只宠物了。为了在北极活下去，我得找个伴，不能太孤单。人一孤单就没有生存的动力。哎，哎嘿，嘿嘿，啊，围完了，大功告成。你别乱动。
你不要动啊，不要动。哎，好，谢谢配合。啊，我们的第一只宠物取名叫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叫躺平。你看它就一动不动的，就跟躺平一样。是小松鼠。以前的 MC 有这种可爱的动物吗？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啊？我指的以前是一点七点十了，我好久没有玩新版的 MC 了。双胞蘑菇，这又是个什么蘑菇啊？我好像也没见过。朋友们，你们看那是什么？是房子，村庄的房子。我严重怀疑这附近有个村庄，但是我要怎么过河呢？哎，这有个坑，看上去好像挺暖和的样子。这又是什么石头啊？好像也没见过啊。突然感觉 MC 更新了好多东西啊，好令我震惊。当然有些东西可能是模组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了。完了，又冻死了。好像没有降温，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温度模组来着。哇，雪好厚啊。这个能跳吗？厚的积雪也是能跳上来的。是不是有村民制图师32张厕所纸可以换一个绿宝石啊？得留着。那个最近疫情比较严重啊，所以那个村民啊，就是咱们商量一下，就居家隔离啊，居家隔离，晚上有这个僵尸病毒啊，很危险的，不要乱跑好吧。哇，我一上来就找到村庄，好快乐哦。这什么村民聚会？哎，别出来，你们两个进去，你们两个快进去，我现在还没有能力保护你们。等一下，我先挖个泥土。你们往里一点，你们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开让开，居家隔离啊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都是干啥的。皮匠，哦，养了牛之后好像还可以。12只牛，应该不是12只，可能7-8只吧。你没有职业吗？这个是个混吃等死人。你也是混吃等死人？你也是混吃等死人吗？这些人都又见不了。完了，这个村庄好多人躺平了。是不是税已经收到800年以后了？有鸡。等一下，你们那个隔离要自觉啊，隔离要自觉。我出去弄那只鸡，要自觉，不要乱跑，别堵门口，让开。你出来干什么？你回去。哎，这也可以。好，居家隔离。那你也一样啊，居家隔离。走，跟我走。走。井里还有水，天黑了感觉有点看不清，不知道这个路面到底是路啊，还冰啊，还是水啊什么的。你先进来吧，小鸡。来，好。这个小鸡也要居家隔离啊，宠物不要到处乱跑，不然传染到人身上就不好了。好，足不出户。那个红马，我打疫苗了，别靠近我。村民跟你说啊，不要出去啊，这种病毒传播凶得很，被抓到就传播了。好像安全了。黄马了。红马了。完了，胡萝卜，
没有熟。麦子先不收了，这个是 potato。 哦，这还飞出来一个 potato。 我觉得可能会有观众说我乱拿村子里面的东西，但是我这个不是想着，就是大伙都被居家隔离了嘛，所以这个村都封村了，咱们不收一下会烂掉，对吧？这个就是顺手帮忙。哇哦，这天好美啊。哇，现在 MC 的天都是这样的吗？呵呵。啊，好美的村庄，这可能就是黎明吧。哦，挖点石头。这个系列的话呢，我想做的比较偏体验向一点，比较偏生活向，就是可能不会去追求什么攻略啊、打怪啊、发展呀、啊，毕竟我也不会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玩 MC 了，现在突然感觉版本变化好大，再加上这还是一个整活包啊、整合包，里面还有很多我未知的东西。哇，我居然掉土豆了，我是不是欧皇啊？现在掉土豆的概率高吗？但是对我村庄了，这掉了也没啥用啊。哇，太阳出来了。啊，还有鸡。哦，鸡蛋。这个世界真安静啊。安静的恰到好处。